我担心亚顿之矛恐怕无法在你处于神庙内部期间为你提供支援了，多加小心啊，主教。 进去吧。A梦的部队先往一步来。哎，不过其实你们觉不觉得哈，把这个神族的壳子拆了，其实长得跟虫族差不多。所以说人要靠打扮的呀。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我们不能再迟疑了。哎，我觉得凯尔根变成这样之后，反而更性感了，怎么办呀？ 只有混合体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。据预言所述，两个被选中的种族需要齐心合力，找出神殿中的启示之听。只有两个被选中的种族一起出现，圣坛才会揭示唤醒沉睡的萨尔达加的方法。我对预言向来不感兴趣。然而，不管过去的恩怨如何，如今我们并肩作战。 或许你应该开始相信了吧？妈的！我们的命在召唤。你干脆说预言，说你们两个要啪啪啪。坚定信念。这啥？看来神殿中有一些守卫，我来解决他们。计划很大胆。等等，你感觉到了吗？这个构造体中出现了强大的能量。 妈的！妈的！妈的！干死你！
鬼干的。我们面临的危险，引导你是我的奇迹。你最好有个理由。Harlock in the Rush， 坚定信念。看来我们需要从这些构造体中夺取钥匙。我们继续前进。我们众志成城。啊，门在这里。我靠，我就说走哪儿呢？就在眼前。这些装置散发着太阳的能量，我们应该收集它们。领导你，我的智慧将是你的传承。领导你们是我的荣幸。这计划很大胆。小心。Yeah。坚定信念。说，我们面临着巨变。我注意到你了。我凝聚好。哎，我把他们两个分开编队吧。我按数字更习惯一点，按那个 F 一 F 二那个 F 那个不习惯。嗯，我需要答案。有何贵干？胜利，领导你是我的荣幸。说 ，Harlock in the Rush。要等他开门。我们的命运在召唤。喂，带上一把钥匙。这个沟的对面有强大的能量反应。凯尔根，你留在这边，我去救。我操！妈的！我们面临着巨变，你最好有个凝聚。有何贵干？干死！胜利将至，黎明将至，团结一致，我们众志成城。未来属于我们，征程就在眼前。快开门呢！这计划很大胆。坚定信念。到了，征程就在眼前。然后呢？命运青睐我们，这座生态仍能运作。好了，圣坛在积蓄力量，它应该很快可以激活。是你的朋友吗？不算是吧。看来 A 盟的部队找到了进入神殿的方法，我们必须消灭他们。我喜欢你的作风 ，Atanas。该不会后面他们几个家伙搞到一起去了吧？毒爆虫，我就等你下来，我等你下来，投下来啊！我注意到你了，胜利将是我效忠于我的人民，真相就在眼前。你的女王在天门。好，毒爆滚就下。有何贵干？把他们都解决掉，然后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圣堂会说些什么。完成一致，众志成城。被毁。
他们就会被迫回到虚空之中。一直以来，他们都在等待着我们组装完药石，并顺从命运的指引来到这里。来吧 ，Tennis，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好，走起。面临着巨变，征程就在眼前。我们走，敌人继续深入深。爷，前面这是啥？我操！看来被输中了。很好，要继续吗？哦，不行，要先把这个打了，不然他无限穿兵。别，然后构造体就要打我来了，让他们先跟构造体打。装了逼你就跑，领导你们是我的荣幸。这计划很大胆，这条通道也堵住了。等等，是混合体。好了，有何贵干？干死！征程就在眼前，我们面临着巨变，胜利。将属于我们，坚定信念。这计划，乌尔纳会是你们的坟墓。你最好有个人。说，我注意到你。我们的命运在召唤，团结一致，我们众志成城。领导你们是我的荣幸。他们在攻击又一座构造体。坚定信念，未来属于我。这计划很大胆，未来属于我们。好漂亮。差点错过了。我说，凝聚，有话快说。我们面临我的传承将是你的未来，成就在眼前。坚定信念，这计划很大胆。哎呀。准备战斗，圣堂武士。征程就在眼前。坚定信念，我们命运在召唤。
妈的，去死吧！看来我们能喘口气了，你先起来 ，Tennis。我操！我他还能钻地。这些圣坛看来刻满了象形文字，你是怎么看懂的？与圣坛的沟通并不只是阅读上面的铭刻，这些石头中的每一个原子的排列都有着各自的意义。开着，构造体也被摧毁了。圣坛正遭到攻击，这一定是帝王干的，再也不能拖延了，绝不能让最后的救星从我们手中被夺走。啊！救命啊！冲啊！坚定信念，我们快去圣坛那儿。团结一致，我们众志成城。你最好有个理由。我们面面俱至，凝聚。我知道了，我们的命运在召唤。坚定信念。这个地图应该有那个碎片。黑暗之神遇见了你的死亡开始，而我们则竟实现他的预言。凝聚。团结一致，我们众志成城。这计划很大胆。我注意到我们的命运在召唤，我们面临着巨变，征程就在眼前。未来属于我们。我们将在天气和烈焰中重生。把他干死你们！这些人都疯了，他们全都被控制了，不是疯了啊，那差不多也相当于疯了。征程就在眼前，这计划坚定信念。你最好有个理由。Harak Inverash， 未来属于我们。领导你们，把他们送入无间的炼狱。黎明将至，我计划很大胆。好，干死他们！未来属于我们，征程就在眼前。有话快说，我即使我们的命运在召唤，团结一致。我为什么还没看到那个东西？领导你们是我的荣幸。说，你最好有个理由。凝聚力量，征程就在眼前，我们面临
那、啊、找到了。坚定信念，我的未来终将归于虚空。我们众志成城，这计划很大胆。领导你，是他命令在等待着我们。为了 Sarah 2，为了 艾尔。你最好有个理智。凝聚有何对抗？把他干死！全干掉了！开始吧 ，Tennis， 你的神欠我们很多答案。Yeah, 我以为他最后要打架。